回去给其他客户宣传一下。哎，对，看一下。我咱们买了你的，我还是这样说，瑞表和你一模一样钱，不是瑞表，就是那个全幅，全幅和你一模一样钱，这工种这一套全是带着的，就包括送个镜子，我这是为什么我给你提送个镜子，这是都是人家跟我讲想的办法，只是说咱离得近，我一给你打电话，看你比较诚实就回过来，我一个伙计接了一个包的，我一天来你别打了。我马上就要订那个全幅那一件了。哦哦，你给我回，我正好那天领导坐这儿呢，那不行。这个市场稍纵即逝。对。我不买你的，我也是买他们的。就像我们卖货是一样，我们的货现在供不应求，我们就是低价，我们就是不管是哪全国谁的来。我们就是以我们能挣的最低成本就出，你这样才行。现在网络哎，不过前两年这个迪欧科技市场新五六万那一台也刚开始，最多卖两万块钱都卖，现在我估计一万五都卖。一万多块钱。哎呦，一万多块钱，就是那个也是那个洗头之前，其他的都是新台，倒轨，这边一个博奥是吧？一个。你还得和我办个给我送车去了，我晚上又有事儿。你想，一开车来了，领导又晚上有事儿，那个。要不那个就定下来，你去，你先给他送去吧。行，那他什么时候？明天去吧。他过来发货单了，就明天走呗。现在问题又出来了，你看我给我出了个难题儿。我现在这个名牌打完了，我还有个名牌，我得打到它的背面。我打到它的背面，不至于让它和它重复了，怎么着？你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再添加一个路圈，添加一个表。不是，我现在这个怎么着？我以后我知道了，我把那个东西弄成一个。现在这一个。啊。现在这个只能给你转一下，打一下了。我不要动工劲儿，我在上边转它，转上。